古之儒者，博学乎六艺之文。六艺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明天道，正人伦，治治治之成法也。周道既衰，坏于幽、厉。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灵仪二百余年而孔子兴。中圣德遭济世，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，乃叹曰：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？吾以已夫文王寂寞，文不在兹乎？于是应聘诸侯，以达礼行义。西入周，南至楚，魏匡恶臣，兼七十余军，视其文韶。三月不知肉味，自谓反鲁。然后乐正雅，宋各得其所。究观古今篇集，乃称曰：大哉，尧之为君也。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幻乎其有文章。又曰：周兼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于是叙书则断尧典，称乐则法韶武，论诗则守周南，坠周之礼，因鲁春秋，举十二公行事，绳之以文，武之道，成义王法，至或临而止，盖婉而好义，读之为编三绝，而为之传，皆因晋圣之事，以立先王之教。故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齐。天乎，仲尼寂寞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卿相师父，小者有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见。故子张居陈，但台子与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贡忠于齐，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秦华毛之属，皆授业于子夏之伦。魏王者师，是时独魏文侯好学，天下并争于战国。如数计处焉，然其鲁之间学者犹弗废。至于微宣之季、孟子、孙卿之列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，以学显于当世。及至秦始皇兼天下，凡诗、书、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。臣射之亡也。鲁诸如持孔氏礼器往归之，于是孔甲为射博士，足与俱死。臣射其匹夫，屈氏数以利号，不满岁而灭亡。其势至微浅，然而近身先生复礼器王伟志为臣者何也？以秦尽其业，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。及高皇帝朱相及引兵为鲁，鲁中诸儒上讲宋习礼，弦歌之音不绝，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？于是诸儒使得修其经学，讲其大赦相引之礼。叔孙通作汉礼仪，因为奉常，诸弟子共定者，贤为选手，然后喟然兴于学。然上有干戈，平定四海，亦魏皇祥序之事也。孝惠、高后时，公卿皆武力功臣，孝文时颇登用。然孝文本好行明之言，及至孝景，不任如窦太后又好皇老恕，故诸博士具官待问，未有进者。汉兴，颜毅自淄川田生，颜叔自济南浮生，颜师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袁固生，燕则韩太傅，颜礼则鲁高唐生，颜春秋于齐则胡母生，于赵则董仲舒。及窦太后崩，武安君田焚为丞相，处黄老，行明百家之言。颜文学儒者以百数，而公孙弘以至春秋为丞相，封侯，天下学士泯然相封矣。弘为学官，道道之欲至，乃请曰：丞相，欲使言，至曰盖文蹈民以礼，
风之以月，婚姻者，居士之大伦也。今礼废月崩，朕甚悯焉，故详言天下方闻之事。咸登诸朝，其令礼官劝学，讲义洽文，举仪兴礼，以为天下先。太常义与博士弟子重乡礼之化，以立贤才焉。仅与太常臧、博士平等义曰：“闻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。夏曰孝，殷曰祥，周曰序，其劝善也；显之朝廷，其惩恶也；加之刑罚，故教化之行也。见首善自京师使，由内及外。今陛下昭至德，开大明，配天地，本人伦，劝学兴礼，重化立贤，以封四方，太平之源也。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备其礼，请因旧官而兴焉。”为博士官至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。太常则明年十八以上，一状端正者，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官有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正教，顺乡礼，出入不备。所闻令相常呈上属所二千担，二千担仅查可者，常与祭邪，亦太常得授业如弟子，一岁皆折课，能通一义以上。补文学长故缺，其高地可以为郎中。太常即奏，即有秀才一等，则以明文，其不是学若下才，即不能通一义，则罢之，而请诸能称者，俱仅按诏书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奋计，通古今之意，文章尔雅，训词深厚，恩师甚美，小吏浅闻，弗能究宣，王以名不欲下，以治理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。迁留制，请选择其制比二百十以上及立百十通一亿以上补左右内史、太行族史，比百十以下补郡太守族史，皆各二人，边郡一人，先用送多者，不足则掌故以补中二千担属，文学掌故补郡属。备员请助公令，他如律令，制曰可。自此以来，公卿大夫势力彬彬，多文学之士矣。昭帝时举贤良文学，增博士弟子圆满百人。宣帝末增备之，元帝好儒，能通易经者皆赋。数年以用度不足，更为设元千人。郡国至五经百十族史，成帝末，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。今天子太学弟子少，于是增弟子元三千人。遂于复如故。平帝时王莽秉政，增元氏之子得授业如弟子，勿以为元，遂刻甲科四十人为郎中，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。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：自鲁商取子木授义孔子，以授鲁乔弼子雍，子雍授江东韩弼子贡，子贡授燕州仇子嘉，子嘉授东武孙于子成，子成授齐田和子庄。及秦进学，亦为世补之书，读不精，故传授者不绝也。汉兴田和以其田喜杜陵，号杜田生，授东武王童子中、洛阳周王孙、丁宽、齐福生，皆著一传数篇。同授淄川杨和，字叔元，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。其即墨城，至城阳相，广川孟旦，为太子门大夫。鲁州霸，举衡、胡、临淄主父偃，皆以义至大官。要言义者，本之田和。丁宽字子乡，梁人也。初，梁相生从田和授义，时宽为相生从者，独义精敏，
才过相生，遂是和学成和谢宽，宽东归，和谓门人曰：“亦已东矣。”宽至洛阳，复从周王孙受古邑，号周氏传。景帝时，宽为梁孝王将军巨吴，楚号丁将军，作一说三万言，训故举大义而已。今小张巨是也。宽受同郡荡田王孙，王孙受诗仇孟喜、梁丘贺、姚氏亦有诗。孟、梁丘之学，诗仇自长卿，沛人也。沛与荡相近，仇为童子，从田王孙受益。后仇喜长陵，田王孙为博士，复从卒业，与孟喜、梁丘贺并为门人，谦让，常称学费，不教授。及梁丘贺为少府，事多，乃遣子临汾将门人张宇等从仇问，仇自逆不肯见，贺故请，不得已乃受临等。于是贺见仇，结发誓师数十年，贺不能及，召拜仇为博士。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意于石渠阁。仇受张宇，郎写鲁伯，伯为会稽太守，与至丞相，与受淮阳。彭轩佩戴崇子平，崇为九卿，轩大司空，与轩皆有传。鲁伯受泰山毛莫如少禄，郎写丙丹曼荣，著清明，莫如至长山太守，此其知名者也。尤是诗家有章。彭之学，孟喜自长卿，东海兰陵人也，父号孟卿，善为礼，春秋受后仓、叔广，世所传后世礼、书事春秋，皆出孟卿。孟卿以礼经多，春秋繁杂，即使喜从田王孙受益。喜号自称玉，得一家后阴阳灾变书，诈言师田生且死时诊喜息，独传喜诸如以此药之。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，曰：田生绝于师仇手中，使喜归东海，安得此事？又属人赵宾豪小述书，后为义是一文，以为姬子名仪，阴阳气王姬子，妻子者万物方该资也。宾持论巧慧，一家不能难，皆曰非古法也。云受孟喜，喜为明之，后宾死，莫能持其说，喜因不肯认，以此不见信。喜举孝廉为郎，屈台署长，并免，为丞相传。博士缺，众人见喜，上闻喜改诗法，遂不用喜。喜受同郡白光少子、沛宅木子兄，皆为博士。尤氏有敌，孟白之学，梁丘贺自长翁，郎协诸人也，以能心计，为武齐，从太中大夫经房受益。房者，淄川阳和弟子也。房初为齐郡太守，贺更是田王孙。宣帝时，闻经房为一名，求其门人，得贺。贺时为都司空令，作事论免为庶人，待召黄门庶入说教室中，以召贺。贺人说：“上善之，以贺为郎。”会八月引咒，行祠孝昭庙，先驱矛头剑挺堕坠，手垂泥中，任相乘于车马惊。于是召贺视之，有兵谋不及，上还。时有司事辞是时，或是外孙代郡太守任宣作谋反诛，宣子张为公车乘，王在渭城界中。夜悬浮入庙，居廊间，执戟立庙门，待上至，欲为逆，发觉伏诛。故事上常夜入庙，其后待明而入，自此时也。贺以是有应，由是尽兴，为太中大夫。几世中，
至少府，为人小心周密，上信重之，年老中官，传子林，亦入说，为黄门郎，甘露中，奉使问诸如于石渠。林学经熟，专行经房法，琅邪王即通五经，闻林说，善之。时，宣帝选高才郎十人从林讲，即乃使其子郎中、郡尚书从林授意。林代五路冲宗君孟为少府、郡御史大夫，字有传。冲宗授平陵世孙张仲方，配邓彭祖子夏，齐恒贤长宾，张为博士，至扬州牧、光禄大夫给事中。家世传业，彭祖、真定太傅、贤、王莽讲学大夫、尤氏梁丘有世孙、邓、恒之学，经房授一良人教延寿。延寿云长从孟喜问义，会喜死，房以为延寿亦及孟氏学。狄牧、白生不肯，皆曰非也。至成帝时，刘向教书，考异说，以为朱一家说皆祖田和、杨叔元、丁、将军，大义略同，为经世为义。党教延寿独得隐士之说，托之孟氏，不相与同，防以明灾异德性。为石贤所赠诸，自有传。防受东海殷家、河东姚平、河南陈洪，皆为郎、博士。尤氏亦有经世之学。废侄自长翁，东来人也，至亦为郎，至丹复令，长于挂事。王章句，图以彖象，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。琅邪王黄平中能传之，黄又传古文尚书。高相，沛人也，志亦与沸公同时。其学义王章句，专说阴阳灾异，自言出于丁将军。传至相，相授子康及兰陵灌将勇。康以名义卫郎，勇至豫章都尉，及王莽居舍。东郡太守翟义谋举兵诛莽，事未发，康后知东郡有兵，私与门任，门人尚书言之。后数月，敌义兵起，莽召问，对受师高康楚，莽恶之，以为惑众，斩康。尤氏亦有高士学，高、费皆未尝立于学官。浮生，济南人也，故为秦博士。孝文时，求能至尚书者，天下网友闻浮生至之，欲召。时浮生年九十余，老不能行，于是召太常、使掌故。晁错往受之，秦时进书，浮生必藏之。其后大兵起，流亡汉定，浮生求其书，王数十篇，读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、鲁之间。其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。山东大师王不设尚书以教。浮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。张生为博士，而浮生孙以至尚书征。弗能明定，事后鲁州罢。洛阳贾家颇能言尚书云，欧阳生字河伯，千圣人也，是浮生，授倪宽，宽又授叶孔安国，至御史大夫，字有传。宽有俊才，初见武帝，与经学，上曰双引号，吾始以尚书为普学。浮好，即闻宽说，可观，乃从宽问一篇。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，宽授欧阳生子，世世相传，至曾孙高子阳，为博士。高孙的于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，后为博士。论时渠，元帝即位，帝于世中，贵姓，至少府，借其子曰：我死，官属即送汝财物，甚无寿。如九卿儒者子孙，以廉洁著，可以自成。
及弟于死，少府官署共送数百万，妻子不受，天子闻而加之，赐钱百万。帝于少子正为王莽讲学大夫，由是尚书，是有欧阳氏学，林尊自长滨，济南人也，是欧阳高，为博士，论时渠，后至少府，太子太傅，受平陵平当，良臣翁生，当至丞相，自有传，翁生信都太傅，家世传业，由是欧阳有平。臣之学，翁生受琅邪荫宠，楚国公盛，重为博士，盛又扶风，自有传。而平当受九江诸蒲公文，上党报宣，蒲为博士，宣司立校尉，自有传。徒仲由盛，知名者也。夏侯盛，其先夏侯都尉，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史昌。史昌传圣，圣又是同郡监卿。监卿者，倪宽门人。圣传从兄子建，建又是欧阳高。圣至长信少府，建太子太傅，自有传。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。周刊字少卿，其人也。与孔霸俱是大夏侯圣，霸为博士，刊议官令。论于时渠，今为最高，后为太子少傅，而孔霸以太中大夫受太子，及元帝即位，堪为光禄大夫，与萧望之并领尚书事，为石贤等所赠，皆免官。望之自杀，尚敏之，乃擢堪为光禄勋，与在刘向传，堪受谋卿及长安许商长伯。谋卿为博士，霸以帝师赐爵号包成君。传子光，亦是谋卿，至丞相，自有传。由是大夏侯有孔、许之学，商善为算，著五行论历，四至九卿，好奇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，平陵吴张伟均为言语，重泉王极少因为政事。其缺亲又亲为文学，王莽时林即为九卿，自表上师种大夫、博士，郎立为许氏学者，各从门人，会车数百辆，儒者容之。亲张皆为博士，徒仲尤盛，张为王莽所诛。张山甫字长滨，平陵人也，是小夏侯建，为博士。论时渠，至少府，受同县李寻、郑宽中少君。山阳张无故子如，信都秦公严君。陈留甲仓子交，无故善修章句，为广陵太傅，守小夏侯说文，公增师法至百万言。为城阳内史，仓以业者论时渠，至交东向，寻善说灾异。为其都尉，自有传。宽中有俊才，以博士受太子。成帝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十邑八百户，迁光禄大夫，领尚书事，甚尊重。会及卒，古咏尚书曰：“臣闻圣王尊师父，褒贤俊，贤有功，生则治其爵禄，死则益其礼事。”西周公薨。成王葬以便礼，而当天心公叔文子卒，为侯家以美事，著为后法。进士大司空朱毅，又扶封翁归德茂幺年，孝宣皇帝闵策后赐，暂命之臣米布基阳。关内侯郑宽中有言子之美志，褒商演之文学，俨然总五经之秒论。立师父之显位，入则香堂，余之弘道，王法纳乎圣听，出则参种宰之重职，公列师乎正事，退时自公，司门不开，散赐九族，田亩不易，得沛州、赵、中和、高阳，未得登司徒，有家臣，卒然早终，
犹可道痛。陈宇以为宜加其葬礼。四之令是以张尊师包贤显功之德，上吊赠宽中甚厚。尤氏小夏侯有正张秦贾李氏之学，宽中受东郡赵玄，无故受沛唐尊，恭受鲁逢宾，宾为博士，尊王莽太傅，玄哀帝御史大夫，至大官，知名者也。孔氏有古文尚书，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，因以起其家一书的十余篇，盖尚书资多于是矣，遭巫蛊，未立于学官。安国为谏大夫，受都尉朝，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。迁书在尧典、禹贡、洪范、微子、金藤诸篇，多古文说。都尉朝受胶东雍生，雍生受清河湖长少子，以名古梁春秋为博士，布刺史，又传左氏长寿国徐敖，敖为右扶风院，又传毛师受王皇平陵图运子真，子真受河南桑亲军长，王莽时朱学接力，刘歆为国师，黄运等皆贵显。世所传百两篇者，初东来张霸分析和二十九篇以为数十。又才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，凡百二篇，篇或数简，文意浅陋，成帝时求其古文者，霸以能为百两征，以中书效之，非是。霸辞受父，父有弟子魏氏凡病，时太中大夫平当是御史周敞劝上存之，后凡病谋反，乃触其书，申公鲁人也，少与楚元王交据，是其人扶丘伯受师。汉兴高祖过鲁，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公吕太后时，扶丘伯在长安，楚元王遣子颖与申公俱足学，元王薨，颖嗣立为楚王，令申公复太子务，务不好学，并申公即务立为王，须弭申公，申公愧之，归鲁退居家教，终身不出门，复谢宾客，独王命召之乃往。弟子自远方至授业者千余人，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，王传疑者则却服传，兰陵王臧继从授师以通，是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，武帝初即位，臧乃尚书宿卫累迁，一岁至郎中令，即代赵绾亦常授师申公为御史大夫，晚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师申公。于是上使使数伯家婢安车以蒲果轮，驾四迎申公，弟子二人乘摇传从至见上，上问治乱之事，申公时已八十余老，对曰：为治者不再多言，故力行何如耳？是时上方好文辞，见申公对默然，然以招致，即以为太中大夫，舍鲁底一名唐氏，窦太后喜老子言，不说如数，得晚臧之过，以让上曰：此欲复为新元平也。上因废名唐氏，下晚臧立皆自杀，申公亦病免归，数年卒，弟子为博士十余人。孔安国至临淮太守，周霸交西内史，夏宽城阳内史，荡鲁次东海太守，兰陵妙生长沙内史，徐衍交西中尉，邹仁阙门庆忌交东内史，其至官民皆有廉洁称，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，而至于大夫、郎、掌故以百数，申公足以师春秋授，而瑕丘将功尽能传。
之，徒众最盛，及卢许生、缅中徐公，皆守学教授，唯贤治师，是大将公及许生。又治理，治丞相，传子玄成，以淮阳中尉论时渠。后亦治丞相，玄成及兄子赏以师授哀帝。至大司马车骑将军，字有传，由是鲁师有为士学。王氏字翁思，东平新陶人也，是缅中徐公及许生，是为昌邑王师。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，以行淫乱废，昌邑群臣皆下狱诛。为中尉王吉，郎中令公遂以数谏减死论。是系欲当死，致使使者则问曰：“师何以无谏？”书是对曰：“臣以诗350篇朝夕受王，至于忠臣孝子之篇，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；至于威王失道之君，未尝不流涕为王深沉之也。臣以350篇谏，是以王谏书。使者以闻，亦得减死论，归家不教授。山阳张长安右军先逝世，后东平唐长斌、沛除少孙亦来逝世。问经数篇，是谢曰：“闻之于诗句是矣。”自润色之，不肯复授。唐生、楚生应博士弟子选，一博士叩衣登堂，送礼甚严。侍诵说：“有法，疑者丘盖不言。”诸博士惊问：“何师？”对曰：“世事皆素闻其贤，共见士赵除下为博士。是征来，一博士一而不观，曰：‘行于之人，何宜复充礼官？’既至，只设中会诸大夫、博士，共持酒肉劳事，皆注意高养之。博士将公视为鲁师宗，至将公著《孝经》说：‘心即是。’魏歌吹诸声曰：‘歌离居。’是曰：‘闻之于师，客歌离居，主人歌客无庸归。今日诸君为主人，日尚早，未可也。’将翁曰：‘今何以言之？’是曰：‘在曲里。’将翁曰：‘何苟曲也？’是耻之，扬醉涕地。是客罢，让诸生曰：‘我本不欲来。’诸生强劝我，尽为庶子所辱，遂谢病免归，终于家。张生、唐生、楚生皆为博士。张生论时渠，至淮阳中尉；唐生楚太傅，由是鲁师有张、唐、楚氏之学。张生兄子由清为谏大夫，以师授元帝。其门人郎邪王福为泗水中尉，授陈留许彦为博士。由是张家有许氏学。初，薛广德亦是王氏，以博士论时渠，授公社。广德至御史大夫，设泰山太守，皆有传，缘故其人也，以致师。孝景时为博士，与黄生争论于上前。黄生曰：“汤武非受命，乃杀也。”故曰：“不然，夫桀纣慌乱，天下之心皆归汤武。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，桀纣之民服未始而归汤武。汤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为何？”黄生曰：“冠虽敝必加于手，履虽新必冠于足，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纣虽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汤武虽盛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戴笠难面，非杀而何？故曰：‘必若云，是高皇帝代秦及天子之位，非也。’于是上曰：‘食肉无食马肝，未为不知味也。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，不为鱼，
遂罢。窦太后好老子书，召问故，故曰：“此家人言矣。”太后怒曰：“安得司空承旦书乎？”乃使故人圈机至，上知太后怒，而故直言无罪，乃假故立兵。下故赐至正中其心，至应手而倒。太后默然，王以复罪，后上以故连职，拜为清河太傅，即免。武帝初即位，复以贤良征，诸如多及毁曰故老，罢归之。时故已九十余矣。公孙弘亦征，侧目而视故，故曰：“公孙子，务正学以言，吾屈学以阿事，诸其以师显贵，皆故之弟子也。”昌邑太傅夏后史昌罪名，自有传。后仓自进军，东海郯人也，是夏侯史昌。史昌通五经，仓邑通诗、礼、为博士，至少府，授义奉。萧望之、匡衡奉为谏大夫，望之前将军、衡丞相，皆有传。衡受琅邪师丹，府里游军，颍川满昌军都，均都为詹事。李高密太傅，家世传业，丹大司空，自有传。尤是其师有义，匡师服之学。满昌受九江章邯、琅邪皮荣，皆至大官，徒众尤盛。韩英燕人也，孝文时为博士，景帝时至常山太傅，因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，其语颇与其鲁兼殊，然归义也。淮南奔生受之，燕赵兼言诗者由韩生，韩生亦以义受人，推义义而为之传。燕赵兼好诗，故其义微，为韩氏自传之。武帝时，因常与董仲舒论于上前，其人精悍，处事分明，仲舒不能难也。后其孙商为博士，孝宣时，捉郡韩生其后也，以义征，待诏殿中，曰：“所受义即先太傅所传也，常受韩师，不如韩氏一身。”太傅故专撰之，私立校尉盖宽饶本受益于孟喜，见捉韩生说义而好之，即更从受燕惠赵子，河内人也，是燕韩生，受同郡蔡邑，邑至丞相，自有传。亦受同郡十子公与王吉，即为昌邑王中尉，自有传。时升为博士，受泰山立封，即受淄川长孙顺，顺为博士，封部刺史。尤是韩师有王时，长孙之学，封受山阳张就，顺受东海发福，皆至大官，徒众尤盛。毛公赵人也，至为为河间县王博士，受同国冠长卿。长卿受解延年，延年为阿武令，受徐敖，敖受九江陈霞，为王莽讲学大夫。尤是言毛师者，本知徐敖，汉兴鲁高唐生传世礼十七篇，而鲁徐生善为宋孝文时，徐生以宋为礼官大夫，传子至孙言襄，其资性善为宋，不能通经，言颇能，未善也。襄亦以宋为大夫，至广陵内史，言及徐氏弟子恭护满意。桓生丹资皆为礼官大夫，而瑕丘萧奋矣。礼至淮阳太守，朱颜礼为宋者由徐氏。孟清东海人也，是萧奋以受后仓鲁驴丘清，仓说礼数万言，号曰后世屈台记，受沛文人通汉字方。梁代德言君，代圣赐君，沛庆普孝公，孝公为东平太傅，德号大代，魏信都太傅，圣号小代。
以博士论时渠，至九江太守，由是里有大代、小代、姓氏之学，通汉以太子舍人论时渠，至中山中尉，普授鲁夏侯敬，又传祖子贤，为豫章太守，大代授琅邪徐良尤卿，为博士、州牧、郡守、家世传业，小代授梁人乔人继卿，杨荣子孙，人为大鸿胪，家世传业，荣琅邪太守，尤氏大代有徐氏，小代有乔，杨氏之学，胡母生自子都，其人也，至公羊春秋，为景帝博士，与董仲舒同业，仲舒著书称其德，年老，归教于其，其之言春秋者宗室之，公孙弘亦颇受焉，而董生为江都相，自有传，弟子遂之者，兰陵楚大，东平营公，广川段仲，温吕不书，大治良相，不书丞相长史，为营公首学不施施法，为昭帝见大夫，受东海孟卿、鲁睢孟，孟为符节令，作说灾异诸，自有传，严彭祖字公子，东海下邳人也，与严安乐俱是睢孟，孟弟子百余人，为彭祖，安乐为名，质问一义，各持所见，孟曰，春秋之义，在二子矣，孟死，彭祖、安乐各专门教授，尤氏公羊春秋有言，言之学，彭祖为宣帝博士，至河南郡太守，以高帝入为左冯翊，兼太子太傅，连职不是权贵，或说曰，天时不胜人事，君以不修小礼屈义，王贵人左右之助，经义虽高，不至宰相，愿少自勉强。彭祖曰，凡通经术，故当修行先王之道，何可委屈从俗，苟求富贵乎？彭祖竟以太傅官中，元郎协王中，为元帝少府，家世传业，终受同郡公孙文、东门云，云为荆州刺史，文东平太傅，徒众尤盛，云作为江贼败辱命。夏玉珠，严安乐字公孙，鲁国薛人，睢孟子子也，家贫，未学经历，官至齐郡太守丞，后为仇家所杀。安乐受淮阳凌风赐君，淄川任公，公为少府，封淄川太守，尤氏严家有灵，任之学，使贡与侍营公，成于睢孟，至御史大夫，书广事，孟卿至太子太傅，皆自有传，广受琅邪管路，路为御史中丞，与受颍川唐西会，会受泰山名都，都为丞相使，都与路又是严安乐，故严氏富有管，明之学，路受孙宝，为大司农，自有传，封受马公，琅邪左贤，贤为郡守九卿，徒众尤盛，公至大司徒，自有传，辖丘江公，受古梁春秋及师于鲁申公，传子至孙为博士。武帝时，江公与董仲舒并，仲舒通五经，能持论，善属文，江公纳于口，上时与仲舒议，不如仲舒，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，彼及其意，足用董生，于世上因尊公羊家，赵太子受公羊春秋，尤氏公羊大兴，太子既通，复思问古良而善之，其后晋威，为鲁荣广王孙、号兴公二人受焉，广晋能传其诗，春秋，高才杰敏，与公羊大师睢孟等论，数困之，故好学者颇复受古良。配蔡千秋少君，梁周庆幼君，丁姓子孙皆从广受。
千秋又谥号兴公，魏学最笃，宣帝即位，文魏太子好古梁春秋，以问丞相为贤，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、灵侯史高，皆鲁人也。颜古梁子本鲁学，公羊氏乃其学也，宜姓古梁，时千秋为郎，召见，与公羊家并说，上善古梁说，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，后有过，左迁平陵令，复求能为古梁者，莫及千秋，上敏其学且绝，乃以千秋为郎中护将，选郎十人从授，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是千秋，能说矣，会千秋病死，征将公孙为博士，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代诏，授古梁，欲令助之，将博士赴死，乃征周庆、丁姓代诏保公，使卒授十人，字元康，中史讲，至甘露元年，积十余岁，皆名袭，乃召五经名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义殿中，平公羊，古梁同意，各以经处是非。时公羊博士严彭祖，侍郎申婉，依推宋显，古梁一郎尹更始，代诏刘向、周庆、丁姓并论，公羊家多不见从，愿请内侍郎徐广，使者亦并内古梁家中郎王亥，各五人，亦三十余事，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议对，多从古梁，由是古梁之学大盛，姓皆为博士，姓至中山太傅，授楚申张昌曼君为博士，至长沙太傅，徒众尤盛，引更始为谏大夫，长乐护将，又授左氏传，取其辩理和者以为章句，传子贤及翟方进，郎协防风，贤至大司农，方进丞相，自有传，防凤自子元，不其人也，以设策以科为太史掌故，太常举方正，为县令都尉，师官，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，见凤鸣经通达，擢为光禄大夫，迁武官中郎将。时光禄勋王公以外属内卿，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，三人皆侍中，新白左氏春秋可立，哀帝纳之，疑问诸如皆不对，新于是属见丞相孔光，魏延左氏以求助，光族不肯，为奉公许心，遂共遗书则让太常博士，与在新传，大司空师单奏心非毁先帝所立，上于是出宫等补吏，公为弘农、新河内、奉九江太守，至青州牧，使江博士受胡常，常受梁萧秉军房，王莽时为讲学大夫，由是古梁春秋有隐，胡、申章、房氏之学，汉兴、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夫贾谊，京兆尹张敞、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，亦为左氏传训故，受召人，冠公，为河间县王博士，子长卿为荡阴令，受清河张宇长子，与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，数为望之言左氏，望之善之，尚书数以称说，后望之为太子太傅，见与于宣帝，征与代诏，未及问，会及死，受引更始，更始传子贤及翟方进、胡常，常受黎阳甲护祭军，哀帝时代诏为郎，受苍梧陈亲子义，以左氏受王莽，至将军，而刘歆从尹贤及翟方进受，由是言左氏者本之甲护。刘歆赞曰，自武帝立武经博士，开帝子元，设科设策，
劝矣。官禄，弃于原始，百有余年，传业者尽盛，枝叶繁滋。易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。盖陆立之陆然也。初，叔为有欧阳、李后、易阳、春秋公羊而已。至孝宣室，复立大小夏侯尚书、大小代理、诗、梦、梁丘义、古梁春秋。至元帝室，复立经世义、平帝时，又立左氏春秋、毛诗、义礼、古文尚书。所以网罗遗失，兼而存之，是在其中矣。